吃虾。捏的真好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们来吃完了再说哈，吃完说说这个虾。这个虾呢，我是一只一斤左右的，然后呢，198块钱两只包邮的，包鲜不包活哈。这个价格呢已经放到很低很低了哈。我一点都不带撒谎的，就我们旁边其他也有同行了哈，在其他平台也有卖的，人家都是卖228两只，最低也是卖218块钱两只的。我这个价格真的是。就是几乎就等于就是拿货价格给你们了哈，所以想吃龙虾的朋友，你们抓紧下单，太划算了哈。